本です。私が変なおじさんです。在镜头前转着圈圈跳着奇怪的舞蹈，他就是志村健最经典的角色怪叔叔。志村健当年就是靠着这个角色爆红，而且他还发明了许多搞笑人物，台湾综艺都模仿他。你们看到吗？大哥，どうもお待ちどうさま。婆婆，我们在聊天，你不要那嗯啊，好不好？对呀，你干嘛发出那种奇怪的、奇奇怪怪的声音呢？不是啊，我年纪大了，每次呼吸到新鲜空气就只能会嗯啊啊。当年杨凡的杨婆婆就是模仿志村健的童婆婆，两人戴着夸张的假发和眼镜，造型几乎一模一样。志村健其实刚出道的时候还不是主角，他只是五人搞笑团体其中一人。好积极的哟。这个八点全员大集合打开了志村健的知名度，后来张飞主持的黄金拍档也是模仿这个节目。じゃあ志村さん、これは？豆花。これは？これ金木犀がいいんだね、香りがほんとね。うん。じゃあそれ知ってます？牛タンもでしょ？志村健还曾经跟金城武一起到过台湾合拍过广告，如今他也躲不过疫情，好笑的作品已成追忆。端玄月中英在台北报道。